该更慢。等一下，你这个问题错误。所谓很好的木材，只是根据人要用的观点。植物天底下从没有哪一棵比哪一棵优秀，哪一个木材比哪一个木材好。OK。对，我是说以经济眼光来看，就不一定是越高越好，因为一般好像都这么认为。我没有这个观念，你所谓的一般我不知道从哪里来，有海拔越高木头越好，这个大概你们喝茶喝习惯了，海拔越高茶越好。但是其实那也是一个错误的，茶是生长在中国岭南才会，也就是说它是亚热带暖带东西，越高的东西其实只是越来越夸张。台湾茶从丘陵到现在150年，海拔要近3000公尺，你们现在最糟最严重的现在是离山，我看差不多离山早就应该离山了。嗯，对。Any question？ 嗨。之前那个树上那个废墟的台阶。啊。啊，那个上去装避雷针，以前上去装避雷针。哦，啊，你赶快。啊。哪里啊？避雷针在哪里？避雷针是很上面，他讲的是那片小小牌，有没有？哦，对哦，哪里？人墟，人墟，一个年代的。你的一点，一点两点钟方向有没有看到一个灰色小牌？你用这个照它，照不起来，因为它太小了。啊，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你都看不到了。哦，这样在那边很小。哪边？怎么了？那是挂一个那个牌子，人家问那个是什么作用？其实是没有，是那个铁。你如果看到那种牌子，通常有几种可能啊？第一个，那个是科学研究调查每一颗眉目调查的东西了哈。但是很显然，如果写任期的就不会是的。第二个，你知道台湾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宗教，特别是一贯道，哦，特别是有特殊的，那他们会在一个地方做法。他做法呢，他会留在那里。我告诉各位，我不是跟你们讲有一个以前登山摄影师叫阮龙柱吗？哦，阮龙柱，我跟你讲过啊，我们到达中央山脉那个中央金矿啊，要眨眼的时候，他就跑去一个地方底下臭干胶，臭干汪，你咧起笑呀？你讲吼，那鬼惊臭臭臭，你看安心吗？有跟你们讲过有没有？这个家伙，你知道他登山怎么了？他登山从不带粮食，只有带一瓶蜜。我拢甲叫做大本铁家，因为他很会做公关，哦，到处啊啊啊妈狗，这个人就是要这样，因为人在山里面啊，碰到人都非常亲切，你在都市里跟人家打招呼，打个招呼你得起笑，对不？但是在山上不是啊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遥远，但是人跟人很亲密啊，在都市恰好相反，人与人之间是摩顶接踵啊，但是呢，彼此之间是形同陌路啊，对不？啊，这个五神哦，要注意，要高追。我阿弟拢无炸饭，无炸食。当时啊，伊只要等着登山客的去叫人哈啦哈啦，人家就会请他吃饭。有一天，我们一起到玉山山顶拍日出，然后那一天恰好有一对一贯道的在做法，在拜拜。啊，我们等到这个已经太阳已经出来，都拍完了，已经无啥物好翕，要落来。哎，伊等了，我讲，来关落来啦。你讲，等者，等者，等者。我你创啥？你要拜了啊！你要拜了、啊！哎呦，要拜了！哎，还有两粒苹果，伊在等你两粒苹果。啊，张正雄张教官，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爬山去调查嘛啊！啊，张教官都会准备很多很好吃的东西，像那个呢，那个糖果什么啊，我们那个高级的，也用外国进口的哈、哦，那个干粮哦，那个蔬菜什么都是抽到都没有水，然后要吃的时候再加水就膨胀那一类的。那有个饼干很好吃，结果呢，我们这一位可爱的阮先生呢，就把饼干藏起来，然后看别人吃的时候一整开，别人不好意思，只好分给他吃。我啊，那你不是一个都不分几块？这块的铁都要阮找捡起啊。他的人呢、啊，就是这样的可爱啊、哦。那这个，然后我就想到，哇，我都要想到这注意的个笔记啊，那算了，让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忘掉了。突然想要讲什么，这个麦克风可以帮我忙。还有什么问题？不，我们就要到他的家安部喽。